谓的形状，甚至于颜色，它有点像糖果般。然后甚至于说它用不同的形状，它有一点手工的感觉，有点像我们小女孩的时候，你找到很多珠珠自己穿起来。有很多东西其实便宜的它也是可以搭配出来，像贾宝石那种东西，然后颜色有很多。那个在脖子上的这边有个星星的，对，我觉得我那时候电影看到的时候，我觉得好像是我们小时候婴儿的时候，婴儿车上面不是会挂那个，会很想去拉它，所以我觉得它可能就是在跟我们讲说回到童年童心的时候这样子。那我今年看到是有一个是这么长，然后它里面是有缝亮片又有缝线，可是整体看起来很像印度风。是今年印度风非常的流行，所以相对的在饰品上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子流行的影响。要看流行的饰品就看锦华，这些都是你自己最喜欢的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像我们刚刚有讲到说，比如说像今年的还蛮流行那种像假的宝石的感觉，像假的宝石的话，这个的戒指就是，对，它是不要以为它真的，它是假的。而且今年流行大，对，越大越好，对，饰品就很大。在项链的部分呢，项链部分这个有点像糖果，对，这就是今年非常流行，它有那个光彩，就是糖果。